剁椒生蚝。因为它是一多家的刚出的，对，一多家的新品，是牛油果做的酥，牛油果酥非常好吃，大家吃过蛋黄酥吧，也吃过俺们家的黑金酥，对不对？这是他家的新品，特别特别好吃，是正儿八经用牛油果做的。大家都知道牛油果是非常贵的，对不对？一个熟成的牛油果小20块钱，如果是你买生的话十几块钱一个，那种熟成的牛油果都得20块钱一个，对不对？哥们儿，俺们家今天你在线下买的话，单独买一个的话，这一个5-6块钱，对，最少。对啊，我们家今天19块就给大家20个。下单了一下尝尝，好嘞，还有最后50单，然后这个瓶就没有了，姐妹们啊，好吃好吃，我非常喜欢吃，谢谢谢谢。大家买的这牛油果知道吗，哥们儿？是不是有很多人喜欢吃牛油果？你在线下买的话，如果是买的生的牛油果，都得十几块钱一个，这种如果是熟成的，快熟好的，都得小20块钱一个，对不对？对。有。好吃，我非常喜欢吃。重庆这里买的东西都好吃，每次都要买。谢谢，谢谢大家，买了4单，孩子们和老人们吃。哎呦，谢谢姐妹的支持。就是你买这个东西，我不是第一次买了，而且我们都有评论，大家放10000个心，绝对绝对都不会让你踩雷。买回家没有我说的好吃，没有我说的就是买回家就是说没有咱说的这么香，没有说的啊比较甜、比较油、比较腻。全款退给我就行了，亲爱的啊。就在您这里买糕点呀、买粉之类的，你把心放在肚子里。我家什么东西卖的最好？糕点。月饼也好，蛋月烧也好，包括这是黑金酥呀、牛油果酥呀，这种糕点，包括什么酸辣粉、麻辣烫，什么这种乱七八糟的，什么这粉那粉的，我卖的好，糕点卖的好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姐妹们，我卖的最好的就这种类型的。所以说，在我家买这种糕点呀、买粉之类的都不会踩雷，因为我就喜欢研究这一类的东西。我每次选的品是不是都选到大家心窝里去了？所以说，大家放10000个心去买，我家从来不追逐什么、活动啊，别人家给30个，这家给多少个，给多少个，我就直接去卖了，给的佣金还高。那种东西买回家不能吃就扔掉了，就上一回当就不会再买了，对不对？我家的东西一卖都卖好多年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做品质的，是吧，姐妹们？大家放10000个心就行了，在我这里买东西绝对不会让你买到那种垃圾食品啥的。咱们家到手19块9、20个，就是高品质的，一多家的，姐妹们啊，不像你有的在别人家可能22个也有，21个的也有，比我们家多个2-3个的都有，是不是？我家不是最便宜的，但是我家绝对是这些品质里面超级高的。我说没毛病吧，姐妹们？你下单拍了2单，谢谢谢谢大家啊。素颜霜没有，亲爱的啊，没有素颜霜，这个是切开的，很甜吗？不是很甜，它是正常甜度。你拍2单加急，谢谢我家姐妹儿，我还是喜欢吃绿豆糕和黑金酥，谢谢谢谢您老铁啊。哈，外酥里嫩，外面是酥皮儿，里面是有鸭蛋黄在的，是鸭蛋啊，鸭蛋黄。哎呀，真好吃。对，鸭蛋黄，甜鸭蛋黄，外面它是咸甜口的，鸭蛋黄是咸的，外面是甜的，1单是20个，姐妹们啊，破价卖的，正常这个都要卖29.9块的。有良心的商家，谢谢您姐妹们啊！就是我给大家说，在您这里买东西绝对绝对绝对物美价廉，米线很好吃，谢谢。便宜好吃，你们喜欢吃比啥都强，姐妹们啊，是吧？每一个都是有个小托盘儿，为大家现场打一个，姐妹们啊，你看看它是烘焙的，轻烘焙烤出来的，老香了，看见吗？哇塞，看。哇，这料行不行，亲爱的？
料真足，用料足，是不是亲爱的？而且你看这小鸭蛋黄，你看这小麻薯，这小酱，你看这牛油果酥皮儿啊，要啥有啥，老铁，要颜值有颜值，要口感有口感。五谷鸡爪真的要贵，五谷鸡爪这两天真没了，姐妹，你等我两天，我给你们备现货，亲爱的啊，五谷鸡爪过两天有几个，到时候20个，来老公，咱们给他老铁介绍一直过了吧，1300单了，你清包库存，然后我这边给大家介绍，我们十分钟就收了，行。它是外酥里嫩，看到没，姐妹们啊？有鸭蛋黄，有麻薯，有这个酱，然后牛油果酱，要啥有啥，而且外酥里嫩，香香喷喷的，姐妹们啊！线下你去买的话，最少6块起步，便宜便宜便宜都有5块钱，而且呢，姐妹们，它用料足，吃起来口感很细腻，它就是说。就是吃起来口感不是那种特别甜的，亲爱的啊，就是微微甜，很香。鸭蛋黄它是咸的，外面是甜的，咸甜口，老少皆宜，当早餐、当下午茶、当零食、当晚上的宵夜都没有任何的问题。给孩子当小零嘴去吃，自己追个去看个电视，是不是？线下买6块钱啊，姐妹们啊，最少也得5块。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还查吗，老公？查也查。到手今天2个、4个、6个，来咱2个拿也行，能拿吗？7个，没法拿。来8个、9个、10个。十个牛油果酥都得60块钱、50块钱的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们家19.9块下单成功，老铁，今天再送一个，11个，来还给一个，12个，来再给一个，13个，来还给一个，14个，来不够再来，15个，来16个再给，来16个，来今天不够，老铁，16个都已经封顶了，今天下单成功再给一个，17个，来18个，来18个，来19个，19个，来20个，到手20个牛油果酥，来线下买120。便宜便宜100块钱，今天在我的直播间19.9，十秒钟过了，10、9、8，超级实惠，拍2个，谢谢。5、4，来3秒钟过场，老妹妹，3、2、1，好嘞，收了。回到家一定，老铁啊，招待一下客人呀，当小流水去吃呀，都是可以的。啥呀？这属于糕点，姐妹们啊，牛油果酥。这小酥皮，你看那小鸭蛋黄掉的，姐妹们，料可足可足了。好嘞，就拿下去喽。喝茶，喝红茶是不？给爸妈买了，谢谢啊，谢谢老铁。哎呀，我休息休息，要到弟弟了。今天有没有月饼？行，最近都给咱安排，姐妹。好吃吗，老铁？这话问的能不好吃吗？欢迎弟弟登场 ，Hello， 吃虾吃虾。弟弟啥时候结婚？下年嘛的。